新奥尔良烤鸡腿土豆，鸡腿肉洗净去骨，切成中等大小的块状，大蒜切碎备用。碗中放入蒜末和鸡块，把奥尔良烤制腌料倒入碗中，腌料和水的比例是1:2。搅拌均匀后倒入鸡块中，加入黑胡椒粉抓拌均匀，把每一块鸡肉全部包裹料汁，鸡肉中拌入适量的橄榄油，土豆去皮洗净切薄片，放入黑胡椒粉，孜然粉和一点点食盐，烤盘铺好锡纸，把拌好的土豆码入烤盘，放入腌好的鸡肉块，可以将剩余的料汁一起放入，烤箱提前预热，200度烤25分钟。烤箱的脾气各有不同，根据需要自行调节。烤至15分钟后取出刷油，以保持鸡肉的鲜嫩。烤好的鸡肉香气四溢，加关注每天带给你不一样的味道。